晚安，我杀回来了，我杀回来了，晚安晚安。啊，头发已经炸掉了。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嗯，嘟嘟嘟嘟嘟。せーの。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好啊。今天很忙吗？对，刚从公司杀回来呢。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嗨，怒豆子，嗨，阿贵。晚安晚安，不想说话。我昨天有看到不想说话在那个热情台，谢谢不想说话的荧光棒，我的绝技。可以不用看后面戴项链。晚安晚安，大家晚安。我今天是台北人，谢谢 Moji Desk， 谢谢不想说话的面。今天是我的特别的日子哦，你是说 Just Like？ 我等一下，为什么该换照片？你为什么要头换成那个？哎，为什么你要用小号来？你的大的那一只嘞，小易。晚安晚安晚安，我一起晚安。张浩先出生，要说什么啊？白先生，特我要跟你说，胖胖今天跟我讲说你的就是抽到你的小号要我来许愿，对不对？我许好愿了，等他在直播上给你们看吧。我今天才许愿，所以他可能要一段时间才会生出来。晚安小爱，小雨晚安，谢谢帮你讲。你的大号你的比较大的那一只号嘞，孝贤晚安，谢谢帮奖的贵族玫瑰。我今天一直插出一根头发，看起来像玫瑰的刺吧，哈哈。耶、yeah, 谢谢鱼豪，谢谢小雨的心之光。我要学乐婷，一二三。来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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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整。今天484有点卡，真的吗？今天484有点卡，我的观众们。没卡啊？最近被魔改成什么？我会被吃到的。Hello， 夜雨晴空，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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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等等就阿潘直播，他不会这么快生出来了，这也太为难他了吧。超大号哈，我知道生气气有一堆号哦。阿 K 阿爷晚安，谢谢百元神推，谢谢百元神推推推推推推推。今天的头发发生什么事？他从早上七点八点半一路撑到现在，所以他现在有点爆炸。谢谢浪，对，不是，谢谢塔瓦哥的浪 life 会员选票，新一晚安。
一二三，头发辛苦了，对，眼尾好翘，厉害吧？撑了快十二个小时，谢谢浪浪福直播会员选票，谢谢丢给我浪浪福直播会员选票的塔瓦哥，耶、yeah ！谢谢你的分享，夜雨苍生，晚安，晚安。大家晚安，进来的朋友们晚安，进来的老朋友们晚安，进来的新朋友们晚安。我刚是不是没有大家都谢谢他。今天你们不是昨天有听Mayu讲吗？我们这阵子在拍陈显真，期待一下吧，期待一下吧。又有彩色荧光棒了，耶、yeah, ，超棒的，超棒的，丢到有彩色荧光棒了。谢谢阿基拉，谢谢本人神推，谢谢他哥，谢谢阿花花，谢谢玉州，谢谢邦酱，谢谢小雨，谢谢玉豪。真的假的？又卡？谢谢邦酱。为什么他的荧光棒变剪纸啊？他之前就是剪纸吗？谢谢，不是，认知千玉晚安，中秋节烟熏妆吗？你是说加烤肉吗？哈，那我应该跟姐姐说，我们明年如果要拍中秋节升起的话，我要吃烤肉，我要道具里有烤肉，然后最好是全部直接加在摄影棚里，我们可以直接吃。谢谢七哦，晚安晚安，下课晚安。听到我的名字，我又复活了，鱼好起床喽。台湾字比较快，笑死！高本什么啊？小一晚安，小一小一小一，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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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用你的大帐讲话喽！摄影棚里烤肉都是烟啦，就是都有烟的时候才会有一种虚无缥缈，然后有一种啊、哦、天哪神秘感，然后一片迷雾当中有一个小女孩的身影，好恐怖哦！这是哪里？摄影棚有洒水系统，烤肉就惨了。那刚刚好啊，哪个月可以拍下雨的特辑？十二月吗？吃完了会不会发福啊？那刚刚好啊，就是要吃香的，然后让你们收到的时候也会很饿。刚吃下去不会发福啦，但是如果直接吃下去的话，量体重可能会有实际的效应。万君晚安，只会拍到你们咳嗽打喷嚏的风照，那个脸应该会黑掉。就是你们知道烤肉烤久了，然后吸一吸，你们去擤鼻涕的话，都会是黑色。Jack 晚安，码头姑娘吗？中秋节刚好哎，你看中秋节，如果想到月亮的话，就是黄色的嘛，然后黄色的，然后又在一阵烟里面，码头姑娘完美。谢谢草莓酱的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晚安晚安晚安，大家晚安。面有看死亡笔记本啊，我知道是什么，透过被子呢？你记吗？日子是你记对吧？我知道是特别的日子，等一下嘛，我记得的。变成牙签都不会发福了，那也好。头骨被子那里，这样吗？谢谢阿纯老师，逍遥晚安，又见面了。变成牙签的话就吃不到了，不要了。谢谢亚麻须须晚安，今天很累吧？感觉精神超差。对啊，其实我在坐回家的路上已经差点阵亡了，然后阵亡到一半之后就发现快到家了，所以我眷恋的姨姨啊，再见了朋友。昨天好久不见，晚安晚安。这样有超过三秒吗？雅倩只吃味道，不行，这样太难过了。如果只能闻味道的话 ，LHGO， Hello LHGO， 特古贝兹诺希啊，特是诺，特古贝兹诺希。谢谢小易老师，
今天最特别的小一老师，今天最瘦的小一老师，今日寿星。你衣服都去哪里买？这件吗？这件我已经忘记了。我记得是一个我妈妈很喜欢带我去买的一个牌子，对不起，我忘记名字了。不是故意不业配哦，我是认真的忘记了。雅呛只吃元宝蜡烛，哎，有元宝的话可以折现吗？雅呛吃折现后的。妹妹有在护法吗？其实有，只是因为今天她已经一整天了，所以看起来很炸，对不对？对不起。今天没戴耳环吗？对耶，对耶，我忘记了。我已经迟到了。我刚刚就想说，我要不要再用一下妆法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妈咪妈咪，现在几点了？现在应该7:50，八点了。我就 ，Oh my god！ 对，折现是金，其实也可以啦。雅倩应该不介意吧？今天脸比较大，太过分了，3.77。今天寿星有点多，这个造型显得耳朵很大。我记得之前就有人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发现雅恩的耳朵很大吗？还是怎样？对啊，因为好像双马尾这个造型耳朵很大。突然间这样吓到你了，哦，对不起，我会小声一点。啊，对了 ，Lazy Maru， 自然就好，妹妹怎么样？谢谢臭大叔，这是我今天收到最好的称赞。我每次去公司都会被成员跟姐姐呛。不要呛我嘛！开玩笑的，不是那种呛，就是好笑的那种。刚被大招呼妹妹的卡卡三七七，你已经挽回不了我了，你已经挽回不了我的心了。平常也会顶双马尾出门吗？弟弟基本上不会，以前会，以前没有齿力很高。谢谢塔尔哥的荧光棒，三色的哦。谢谢坤坤的荷花灯，我是一朵花，我又飘走了吗？晚安阿勋 SSS， 晚安，太多 S 了，对不起，讲念错。新世界晚安，你新的晚安。被呛什么？被呛什么？今天被呛了，清一色都是因为我拍生写的时候啊，会很努力想那种比较不一样的，让你们收到的时候就是。可以感觉不会每一张都一模一样吧，毕竟如果我们发型很少变化，我觉得很多人就是看人会先看上半身嘛，可是发型是认人最好认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们不认识我们的话，也会想说那个双马尾表情很浮夸是谁啊，然后后来去找之后才会知道啊，这个人是那个叫蔡阳的那个面面，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发型没有变的话，整个感觉就没有变太多，所以我就会找一些比较小浮夸的动作，就是变得比较多，感觉收藏比较有意义嘛。然后可是因为动作很大的时候啊，如果摄影师是连拍连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很恐怖的照片出现，就像你们 MV 的时候如果要截我，你们就是去截，一直截，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动作很，就是连拍很快的时候会拍到什么很恐怖的照片，就像那样。然后呢，我的成员们，我可爱的工作人员姐姐们就在旁边，哦，这个很好笑，哎，这个可以拍起来，就是这种感觉。动太快，懂了吗？流星晚安，谢谢你的分享。小熊晚安，谢谢家长的阳光棒，阳光棒，我在讲什么？每秒都是崩土的面，对啊，基本上我这个人好像不能停下来。谢谢不想说话的黄子，该不会是因为我今天按了那个吧？中元节活动的关系，倒是谢谢你哦。工作人员姐姐都是面面黑，我希望有一天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变成面面腿。罗乐婷，让我们全家都变乐乐科的乐乐。动作重复没关系，面面生血99%，我99%都没有。益生菌没关系，你今天抽到了你人生第一张咯，而且还得到了2张。乐乐科，大家好，我是乐乐科。你们知道吗？我那天谢谢白布，谢谢小说的白布。
惊叹号的惊叹号天使惊叹号上车。之后到指定面面，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看到孝贤有指定我，谢谢孝贤，孝贤都会标我说这次我有指定面面哦，最喜欢看到这个了。本晚晚晚安，本晚晚晚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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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吧，谢谢切尔东的米露谷，米露谷哦，飲みます。好，小心开车，小心开车，请务必专心开车，不要失神了，也不要认真的听面面台，会崩溃。Hello， 艾塔罗，猎奇哥晚安。怎么？为什么突然在刷那个 Wink？ 哎 ，Wink 这个我不知道。Hello， 雅思，我发现我头贴还没换。雨豪，我不想跟你说话。我接到好多超级可爱的面面，是不是高手？小易，小易今天做什么都棒，剪什么都好看。当然，太崩的我会努力接受。心情晚安，今天好啊六。我懂，笑死。怎么是同样的话？同样的话，什么同样的话？我做了什么吗？铺暗道，层层香。谢谢不想说话的 kiss 猪猪。哦哦，等一下，我看到瑞婷送 kiss 猪猪哎，不想说话跟瑞婷一起送了 kiss 猪猪。我今天不会认错。昨天的瑞婷太可爱了，因为认错之后的反应太可爱了，导致于我们家的那个乐乐颗爱心啵啵啵的往上飘了，相信不想说话一定也啵啵啵的往上飘了，对不对？啵啵啵的飘起来，笑爆！不要乱笑，不敢笑，不敢笑，快点说我们家乐，说我们家乐乐很可爱。谢谢不想说话的翻白眼，谢谢不想说话的翻白眼。哇，林决心耶，怎么办？两只乐乐都在我这里了，两只乐乐，我们是市政府组。酷乐乐晚安，决心晚安，决心晚安，决心晚安，白瑞婷。杰心只是身高乐乐，杰心总体来说也是乐乐吧，而且杰心的思考逻辑方面也是乐乐啊，很乐乐哦。我帮你跟杰心打招呼啊，乐婷。雅恩也是乐乐，我已经过了可以装乐乐的年纪。如果你们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日，我还可以勉强的。嗯，没有羞耻心一样。大好きな人ちゃん。哎，街景我不会念，叫こんばんは。街景的日文怎么念？不会吧？封图都删了，小易你果然最棒了，翅膀上的大好き。代代晚安，榴莲为什么？好气哦，好气哦。什么是乐乐？榴莲。面面跟榴莲一样可爱，嗯，我也觉得。我不知道面面姐，面面几岁？昨天在忙什么？我昨天很忙吗？我怎么不知道我昨天很忙？台风天干嘛了？对啊，昨天台风天哎，连负差跟乌差都没有送货的时候，我怎么会很忙呢？他就没有看我了，是吗？是吗？你是我在当兵的过程中都没有想我吗？黄鱼晚安，黄鱼。哦，对，我知道他退伍啦，可是我是说他当兵的过程都没有想我吗？他不是一假日都会来看我吗？谢谢桃哥的金丝雀，啾啾。風で鳥で，我和名字好像有点关系。翅膀撒跟飞鸟，再度奥斯卡。接着紧是因为杰心之前把成员的讯息上发音写成接紧就杰心，
好，我自己去补档。不啦，不哦，林杰景。天哪，我们家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念了吗？面包什么都知道哎，他知道，他只知道台风天啊，还有知道什么？奇怪，面包，你到底知道什么啊？怎么大家都把你捧得跟神一样？刚已经相信是榴莲，接近上，接近上，晚安，接近上，谢谢龙骑士的荧光棒，我没有荧光棒可以摇，我摇我自己，两个荧光棒，世界可爱，面神吗？面妈是神，好哦。昨天看到你跑来跑去，一下跑去乐婷婷一下，哦，我一直都会，哦，原来是说昨天直播的时候吗？我是很努力的守护着瑞婷婷，因为她才刚开直播啊，感觉就是要有人陪在她身边才让她安心，对不对？瑞婷现在应该不在吧？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我的荧光棒吗？可是我的荧光棒发黑了，它好像坏掉了，可恶。杨姐最棒了！天啊，瑞婷在，好感动哦！瑞婷好棒！不是因为抢红包，昨天有红包吗？我昨天好像没有抢到红包哎！我昨天丢完 kiss 啾啾之后，我的浪花就宣告破产了。小六晚安，小六晚安，小六晚安。好了好了，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好像没有两个吗？小易也当然也是啊，小易是今天呢。可是我们有要加名字吗？加不进去。最后一题，对对对，不要加名字，不要，好好。我昨天没有抽到红包，我红包可能红包钱我就走了吧，剩下我爸爸妈妈没有啊，没有你，拜拜。有吗？我没有唱，我没有拍什么。好，那你先开始。不等安娜姐姐吗？安娜姐姐生日快乐！是要吗？上次那个，你说柔和版吗？好，那就清唱哦。对了，清唱了。好，可以开始了。你要唱给谁呀？哦，好。Hello， 今日最瘦寿星，今日最瘦大寿星，瘦到翅膀。轻飘飘的飞起来的大寿星，还有下个礼拜三，对，我先说，因为我在了在了，小六刚进来，小易一直都在啊。面妈其实听得到你的声音哦，不用特别压低。他要土下坐了，他要土下坐了，你要假装听不到他的声音，他来自异世界好吗？汤姆晚安。面面卡痰很严重，对，就是对。唱歌之前叮叮叮，谢谢流星，谢谢汤姆的啾啾哦，安娜姐姐生日快乐。好了，谢谢喜乐库门的金丝雀，就是我要讲，等一下啦，我还没讲，我下个礼拜三的关系，下个礼拜三没有办法直播，可是礼拜六就会回来跟你们见面了。对，所以礼拜三当天我没有办法帮礼拜三当天最瘦的大寿星小六唱生日快乐歌，所以我就只好今天小易、小六、安娜姐姐，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子浩。对啊，哎、欸，他也对啊，对啊，同一天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唱什么？ですか点歌吗？マジですか吗？可是マジですか？如果给我 baby metal 的话，我没办法唱哦。可以选一些我可以唱的吗？你又知道，你就知道，这不行了，我要讲，我还是要跟マジですか唱生日快乐歌。那我们来一个正常的吗？正常的生日快乐歌。小一、小六，マジです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没有默契的生日快乐歌，耶、yeah! ！生日快乐，生哦，谢谢猪猪，生日快乐。小一还滑出去了，真是哇！谢妈哦，谢谢耳东的红包，祝三位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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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星生日快乐！哦，我不可以抢寿星的红包，谢谢多多。我不可以送不，等一下了，等一下不能喝，等一下那个谁，马吉的 sky 有呀。谢谢帝国树。等一下，マジですか有要点歌吗？好瘦，耶、yeah, ！安娜又生日快乐！下礼拜我要去异世界。我今天没有跟杰心见到面，好想你哦。没关系，拜托那片乌云，找不遍经历。Tomorrow is a brand new day。你们的单上彩色旅行，我是深海鱼。寒冬拜拜，换春天上台，心中的花都常常开。删掉复杂简单，主导放肆冒险吧。重新出发，来个 selfie， 角度很绝 ，Let's see， 我快爱上我。来杯 coffee， 心情很绝 ，Let's see， 我要爱上我。心跳蹦蹦 ，baby 蹦蹦 ，baby 蹦蹦 ，beating my heart。晴了的心，我就失去 ，Let's see，loving loving loving。杰星是土豪哎、欸，晚安晚安，等我一下，我一次谢谢礼物。心呀，我的心呀，爱就全力爱，不必再发呆。没关系，拜托那片乌云，脚步变精灵。没关系，带上彩色滤镜，我是深海鱼，深海鱼。简单主导放肆冒险吧，重新出发。
下，等一下，我等一下再一起，谢谢，等我一下。脱掉一点勇敢，真感觉很 OK。深陷孤岛的感觉，赞，不是啦，谢谢丑丑，哦，谢谢星之冠，哦，还没有吗？好，对不起。マジですか？マジですか？ Do you hear me？ 你有海波了？Hello， 哇，有企鹅哎，萌晚安，萌大萌大，晚安晚安。好久不见，你好，谢谢 Ben， 谢谢球球，谢谢 Akira， 谢谢七哦，谢谢 Inori， 谢谢切尔东，谢谢不想说话，不想说话，不想说话，谢谢 Ben， 谢谢 Akira， 谢谢 Inori， 等一下我要谢谢文道姐了，谢谢安娜姐姐，谢谢杨生，谢谢阿贵，谢谢 Akira， 又是海波浪，对啊，天哪，为什么生日寿星喜欢听这种东西嘞？谢谢七鹅。爱情的看几本，谢谢 DJ， 谢谢 Inori， 谢谢阿怪，谢谢企鹅，谢谢 Magic Deska， 谢谢佐佐，谢谢企鹅，谢谢阿赫哥，有吗有吗？我刚礼物还有没有念到的吗？在外面流量要没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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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杨雄拜。Hello， 技术技术 Tag。三，嗨嗨嗨，哎，为什么换这个名字？啊，是中甲吗？腹肌该要上了啊！偷偷混入应该没人发现。Hello， 佐佐。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 No。OK， bye。マジですか？マジですか？モリス晚安，海波浪我要录影。今天マジですか最大。马吉的斯卡最，还有小六最大啊，不是不是啊，马吉的不是是小一最大，接下来是小六跟马吉的斯卡，对不起，允许我修改。Hello 玩球 ，Playboy 晚安。我的滑板鞋，天哪，怎么办？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个错误的决定叫做，面面今天什么什么马尾？今天 W 马尾。Twin pair 吗？是不是？我后来发现了 Twin pair 嗯，对啊 tail 了，我为什么一直念 pair？ 我一直想成 pool。 对不起，我没有想成英文，我就是在想日文的片假名，导致于念错了。对啊 tail 为什么念成 pool？ Twin tail是吗 ？Hello， 妈咪晚安。怎么办？有人一下要海波浪，一下又要滑板鞋，滑板鞋我没办法。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昨天买到一批全都是面面生写的 CD， 本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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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了吗？
播完播完完，你开车啊？不在啊，不知道他有没有挂听。妈咪晚安，一步两步啊，他要犯傻，小易要犯傻哎。那我应该先播海波浪吗？嗯，好，好，好哦，好哦。妈咪，接下来是一个你不适合观看的时候。我们唱完海波浪，你再回来陪我好吗？啊，私はマユのカニでしょ。拜拜，三七七，再也不见，再见，再也不见，心碎了。对不起，那是，这是美人鱼。多想哥，雅倩吗？不要来，雅倩没有办法。可以，无受打扰。阿里嘎多。但是待会儿是真的很恐怖哦。对啊，待会儿是真的很恐怖。所以做好心理准备。妈有很喜欢台语歌，妈有谢谢不怕的心，真的。我跟你讲，妈有学台语超快的。Make it do, make it do， 谢谢你。マジですか？生日快乐。悲伤的心情，叮当的卡步，勉强来离开。抹布的苦楚，抹布的痛苦，不愿来流浪。我亲像海波浪，有起也有落。何时再相逢？爱阮的人生，坎坷的命运，别人来分开。这款的心酸，这款的苦楚。谁人来体谅？我饲着海波浪，浮沉在你心内。我夜夜的等待，等你来团圆。大声叫，不忘甲你来分开。大声叫，我的故乡，我爱你。在何时何地才会等甲你来相逢？我刚刚唱错了好几个音，因为我一想到妈有在我就很想笑，怎么办？我刚看到妈有送礼物之后，我一瞬间就不能自已，懂吗？不能自已，美声扬声尽在。悲伤的心情。勉强来离开，抹布的苦楚，抹布的痛苦，不愿来流浪。我亲像海波浪，有起也有落。咱今年呾分开，何时再相逢？爱阮的流星，坎坷的运命，别人来分开。心酸，这款的苦楚，谁人来体谅？我亲像海波浪，浮沉在你心内。我夜夜的等待，等你来看伊。大声叫，不愿甲你来分开。大声叫。好了。
志文，透明文。好啦，我今仔日已经，莫讲像台语啊，好无啦？我真正是袂，就袂使。谁生日？今天是小一本一本的生日哦，当天。然后我们还在庆祝下个礼拜三的小六根。マジですか？谢谢大家辛苦了，录好了卡就不要啦。我们没有唱的比较好的时候，客语歌可以吗？我连客语的打招呼都不会啊。哎，我记得之前有人教过我，但是我有点忘记了。中间好吵。再一次，晚安，塔塔晚安，娜迪亚晚安。啊，对，安娜姐姐是每天都在生日好吗？谢谢 Wing T 每次来都在期待我唱500或者是 Hyper Long。 我今天是就好啦，真的是好。等一下，我哪会讲台语啦。等一下，我的那个嘞，原谅我找一下那个我的嘞，我的网址嘞。喵喵，跟我同月，顺便唱给自己吗？那我可以帮我自己打 call 吗？我要帮我自己打 call。你们唱，我来打 call。好きになってもっと私を見てもっと恩返しは愛のこもった嘆きキスで気のせいじゃね目は合ってるよハートを作って恋しちゃってください本台很吵的立场。お手紙も書いてください。何度も読んで宝物にします。スキャンダルまた早いけど裏切りません。宣言しときます。嫌がらせには負けない。ふざけんな実力でかい。
嗨，要牵红线吗？要牵红线吗？水城，水城好久不见，水城超级无敌霹雳久不见，谢谢你的抽抽我啊！对，我放枪了，放枪！谢谢，谢谢上庭。双婷又把名字改回来了耶，好像是哦。麦卡贝要开始了，我要继续留他一下啊。对呀，今天是麦卡贝，麦卡贝是几点？九点？九点吗？吃饭啦，空班啦。Hello Hello， 北极晚安。好，那我今天我要去放我今天找到了好多 Happy Birthday 的歌。Happy Birthday， 在哪边呢？Happy Happy Birthday， 没关系，我现在不看台上。哎，你们必须要看，必须要看，这是必须的，好吗？哦，太大声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my friend， Happy Birthday。小诺又换回来了，现在正在播《惊喜之日》啊！对啊，那个《南米大 surprise 的哟，没有错吧？没有错吧？来个康康的生日快乐吧！我发现 VNT 都喜欢我没有偶像包袱的样子。我知道竹内真良啊，哦，竹内良真，对不起，我有一种看字会把它倒过来的。毛病，我们全家都有，而且重点是他在台风当天呢，很多因为高铁停驶的关系，很多中南部的人一开始没有办法赶上。谢谢追追，以前你可以偶尔看，现在你可以天天看，不是台不是 TTP， 我可是不看的哟，这样吗？对啊，竹内良真啊，原来卡对啊，卡就是假面骑士的粉，对不对啊？他很久以前是那个假面骑士，有拍过。他昨天早上到早上吧，还是前天晚上，反正就是昨天有见面会。然后他很可爱，他还在片就是那个见面会场拍了好几次自拍，然后一直说我会等着哟，我会等着你们哟。谢谢燕的 kiss 啾啾，嗯，晚安，那姐姐欢迎回来。谢谢橘子冰。谢谢追追，谢谢追追，谢谢榜奖，谢谢叮当鼠，谢谢切尔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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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基拉。赛车骑士是我吗？谢谢安娜姐姐的一万个赞。啊，我要学他，他是这样吗？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你是酱油路人酱油，你是担当路人这个角色的酱油。咪咪今天穿的 T 恤是什么？好像可爱，好像很可爱。哼，它是一只狗狗。刚刚有人连那个名字、牌子的名字都打出来了，超厉害的。是没有偶像包袱比较自然，我已经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了吧？基本上，我上次还被有人，我还被一个人用便便丢，对不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吼，然后他还很喜欢我呛他，就是抖 M 宣言呢、啊，没办法，他在我们这一台就是抖 M 的 M 哦 ，M 大 M 大你在哪里？幻影骑士，怎么又改名字了？假面骑士我没有看完，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有没有看到卡丘？卡丘他应该很喜欢。不知道哎，那是谁啊？抖 M 是谁啊？真的吗？那有人对我们有兴趣吗？你是 No？ 听到你晚安，你恐怖啊！
丢在你衣服上。这样呢？这样呢？Hello 凯撒 ，Hello 问号问号。所以后来明明有看到这，有我有看到，我有看到，我看到了。为何会知道刚刚是我？你从头到脚都非常看得出来，破绽百出哦。哦，不是你的破绽百出，是因为我有柯南的眼睛，东野圭吾的推理能力，也不是啦。对不起，不是说要没有偶像包袱吗？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哦。好，下一首，下一首 Happy Birthday 的歌。啊呀呀呀！Happy Happy Birthday， 用马尾来帮牌子马赛克。可是我没有追逐那两针呢，所以我也没有去。明明第一次就骗到你，那是只有一次，只有一次机会了，不会再有下次机会。下次再有，我就会装作没有看到。谢谢小栗子的眼睛也这样做哦。跟你说，我的眼睛是不会轻易的被这样。我有非常雪亮的双眼，是不会轻易被遮住的。莫婷说加推面面，三姑都是说明没有偶像包袱的。三姑，哎呀，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呀、啊！哎，吴云梯知道这个梗哎。这首是 Dreams Come True 的 Happy Birthday， 雪亮的双眼有没有很亮？刚刚我那边也唱了生日快乐许了愿，准备吃蛋糕啦，耶、yeah! ！小易今天可以吃整个蛋糕都不会胖哦，因为小易已经很瘦。生日快乐，鼓掌鼓掌，我也欢迎你回来。小栗子，你再送我业障重，我就要唱少林英雄超度你喽。不准再送我业障重哦。黑眼圈都出来了，你看、啊、黑眼圈好了，一定是妆晕掉了。他今天已经撑了12个小时了，面面有能看穿一切的破绽的面轮烟。你们这些人，哎、欸、哎、欸，小栗子，你朋友很多哎、欸。小栗子，你有没有患难见真情的感觉？有没有物理超度了？物理超度了？不知道跑去哪了，宝宝。好了，茄子吗？他不是号称栗子跟茄子要不一样了。谢谢卡丘，谢谢切尔东，谢谢小说，谢谢博弈，谢谢小说，谢谢小栗子送的少林英雄。太过分了吧，我这也太过分了吧，怎么办？我这样欺负人可以吗？没办法，因为有人就喜欢当抖 M， 对不对？有礼物就送很合理啊。不对啊，我没有啊。小栗子逃不掉了，不想说话，送了一个栗子加不是栗子，茄子剪刀。Back Number 的 Happy Birthday， 哎、欸，啊，好像有哎、欸，可是我没有，我的歌单里没有放到，我待会有空找好了。我们还喜欢被骂了，你们这些抖音宣言的人，要不要我表演给你看？你说假面骑士吗？我把握手会选面面哦，谢谢叮当鼠，等你哦。哇！不好意思，重来一次。谢谢 Much Desca 接得很好，只有面面会叫小栗子了，不要这样子。小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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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不去了。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行侠仗义，飞檐走壁。师傅你为何可以行如流水，强大一线，过扫一片，挥挥衣袖对我说，哈哈，因为是小栗子说的。练功必须盯着太阳，晚上还要借月亮光，一日不练十日空。心无限息的学无限
雪雪里，我也心中牢记。英雄台下十年功，为台上一分钟。艰难寂寞谁会懂？小栗子懂，小栗子懂。挥拳御风中，身进退似游龙，传承一代功夫梦。哈！啊，さくらさん、ありがとう。なんで、なんで今？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自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行侠仗义，飞檐走壁。师傅你为何开心如流水？枪打一线，歌扫一片。挥挥衣袖对我说：“因为我是小栗子。”练功必须顶到太阳，晚上才有几个亮光。一日不练，十日空。心无限息的写一些雪里，我也心中。小栗子就喜欢我翻车嘛，今天是一个翻车的少林英雄哦。等一下，为什么大家来了？哦，因为是有红包这件事情吗？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小栗子辛苦了，茄子辛苦了，谢谢本王梅子梅子梅子，谢谢尾鱼，谢谢 CYC， 谢谢宝宝，谢谢 CYC， 谢谢下课，谢谢宝宝，谢谢下课，谢谢综合喵喵，谢谢小六。哦，林姐，大家，女神万岁，女神万岁，女神万岁，林姐是我的女神啊！谢谢阿错，谢谢小六，谢谢叮当鼠，谢谢三七七，谢谢阿基拉，谢谢小杰，谢谢 TTP 好多组织的朱莉安，谢谢铁东，谢谢 Winhans， 大家晚安，谢谢博弈，谢谢小叮当，不是。对不起，看到叮当就想念叮小叮当，谢谢叮当鼠，谢谢博弈，谢谢卡丘，谢谢切尔刀，谢谢燕，谢谢大家哦。Hello， 有人叫平城呢。西西最喜欢在这种时候丢礼物了。哦，你说最后一刻吗？可恶！大家晚安。但是这种时候呢，我们不能只顾着安利，对不对？这种时候要做什么呢？这种时候要做什么呢？我是来见面的小叮当，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哎，所以拍手是谁啊？拍手是谁？可是我找不到东西唱哎，怎么办呢？夜夜来晚安，对决晚安晚安，雨好晚安。嗯，我可以唱《珍珠美人鱼》吗？三神曲还有什么？啊，空气。空气耶，好吧，那今天是不是很适合把三神曲一次唱？太久不见了吧，我的三神曲，四分之一，好厉害哦，谢谢你。西西在，西西在，西西在领间了吗？这不是当然的吗？我把你当什么东西？别可以缩短我们的距离。喜欢你这问题会不会太有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现在就告诉你 Are you ready? 我当你空气。
情，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我要对你深深深呼吸，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好久没有出现了，对吧？这是一个怎么敲都不会有声音的麦克风哦。坐在对面那就好。通常这首歌都是在下播前唱的耶。可恶，还没有下播啦。我和你没有什么大道理，我们都是对方的必需品。全世界我最懂你，只属你妈而已。你伤心就会伤到我的心，你快乐我陪你笑到不行，快乐伤心你决定，我的决定就是要和你一起。谢谢，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雨，谢谢不想说话，谢谢切东西，谢谢阿纯，谢谢尚婷，没你会窒息。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没有林姐，我要怎么活下去？没有林姐，我要怎么活下去啊？林姐，我爱你，林姐想要和林姐捧个新朋友。有一小船说翻就翻，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我要对你深深深呼吸，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没有林姐要怎么活下去啊？欢迎大家，辛苦了，大家晚安，初次见面你好。哎，有人叫张哎，是阿提拉本阿提拉吗 ？Hello， 阿呀，故事吗？じゃら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じめまして、私は AKB48 と Team BB の研究生蔡雅恩です。スッパと申します。はい。じゃあ、ここは私のインスタ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Hello， 大家好，初次见面，我是 AKB48 Team TV 的研究生蔡雅恩，也可以叫我面面、娜娜、雅恩、恩恩、雅雅思、雅倩、雅拜、雅都可以。然后呢，这边是我的 IG。那如果想要知道 AKB48 Team TV 到底在做什么的话，也欢迎 follow 我哦，我会再努力更新一点点。嗯，谢谢你们。Hello， 向日葵啊，ひまわり，桃面可爱，谢谢。哇，晚安。然后，对，我上面画了两只吸睛的孩子，希望有吸到你们的眼睛。还有什么可以放？哇，雨爱耶，雨爱太难过了，对不对？话说我家停电还在看我直播，为什么啊？上海那边有台风过去上海那了，对不对？这次会有父亲节宣传吗？会哦，而且很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他们在干嘛？面面今天的眼睛不太一样，因为其实今天的眼睛不是我自己画的，我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唱咯。啊，我一定要吃肉，哎，对，三神曲，太扯了吧？我们今天才九点，我们把三神曲都唱完。
就叫晚安。难怪比较好看的卡丘，你这样雅思会难过。原谅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我发现啊，我只要认真唱歌的时候就会忘记歌词，可是如果我不认真唱歌的时候就不会。低头玩游戏，你却在健身房里启动跑步机。你说我太弱，是要瘦一瘦，可是就是每天都吃不够。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吃饱才有力气陪你逛遍这地球。你别嫌我太重，要嫌我太瘦，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我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我不用想太多，走在你身后，拥有幸福浪漫的宇宙。对啊，今天还会抢拍怎么办？好，我要认真唱歌，我要认真唱歌，只要不太嗨我就不会抢拍。静下来 ，Hello， 红字晚安，野猫晚安，小猫猫晚安，小猫猫听起来好像就叫我们家猫猫。我只想站在家里低头玩游戏，你却在健身房里启动跑步机。你说我太肉，需要瘦一瘦，可我就是每天都吃不够。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你别嫌我太重，要嫌我太瘦，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我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我不用想太多，走在你身后，拥有幸福浪漫的宇宙。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你别嫌我太重，要嫌我太瘦，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我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我不用想太多，走在你身后，拥有幸福浪漫的宇宙。我要把肉肉吃掉。啊，肉肉，呀，三上去完结了，有没有正常一点？有没有正常一点？有了吧？可以了吗？后面有抢拍吗？杨哥哥晚安，那边还好吗？台风还好吗？应该没有淹水吧？有好好待在家里吗？准备好你的，准备好你的，准备好你的。泡面跟沙包了吗？什么眼睛？我的眼睛不是自己画的，今天因为今天是拍升血啊。可以追加学猫叫吗？不要啦，学猫叫好害羞。大家晚安。有人刚刚说我把肉肉吃掉会变圆，没关系，我已经很圆了，谢谢正好哦。巴洛克我上次唱过了，今天是什么唱歌欢唱台吗？因为礼拜三见不到的关系，现在大家是在唱卡拉 OK 吗？谢谢小杰，谢谢郑红，谢谢桃儿哥，谢谢桃儿哥，谢谢郑红，谢谢杨公公，谢谢邦奖，谢谢小杰，谢谢邦奖邦奖邦奖，谢谢小飞鸟，谢谢不想说话，嘘，不想说话，不想说话，嘘，谢谢杨公公，谢谢小飞鸟，谢谢阿帕的下巴4公分，橙子嫩，橙子嫩。谢谢元豪，元豪刚刚一直进进出出，哎，终于跟你打到招呼了。谢谢林家军，谢谢一个飞碟加猫掌印，谢谢猪猪哦，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子阳的分享，大家晚安晚安，大家晚安晚安。不会是音乐大，我知道，可能那首好难，那首会走音哦，不可以。突然 diss 周同学，是因为有人叫阿潘下巴4公分，好不好？谢谢云云啊，谢谢云云啊，云云这个名字也好可爱。Beautiful wish, beautiful fish, 我不知道喝。Beautiful fish, sorry, 我可能很饿。对啊，我还没有吃晚餐，虽然吃了小菜。
这样是不是很糟糕啊？如果我待会一个不小心真的很饿的话，我可能又会上演吃面的绝技。这边网络好像不太顺，查查在家里吗？查查现在在家里吗？小太在吃了，不好意思，我一直在 Beautiful Fish， 听起来很好吃。Hello， Yuhan， 我还没有吃晚餐啦。今天的四只横卡，那肯定是因为台风刚过的关系，对不对？这样有宣传到 IG 吗？在等登机？真的假的？哦，你要从日本回来吗？让面妈上菜咯。还没有啦，还没有饿，没关系，刚刚吃的可以撑一下下。谢谢好吃的鸡肉饭哦，小艾。谢谢杨公公，那你要推我了吗？Ostemi，命不会消失，拥抱最耀眼的光，夕阳染红的海洋上，宁静的看不到那样，世界的眼就要沉睡在梦中。可是你这边也有点卡，因为从日本看的话一定会比较卡吧。妹妹要吃泡面吗？没有啦，我有炒面哦。谢谢赞好柠檬棒。在即将诞生的世界呼唤着，轻轻叫醒睡梦中的我。 Hello Semina 晚安，又见面了耶，之前来过一次哦。我有没有抢到我自己红包？没有。好的，抢红包大家是不是要讲拜拜？感谢大家就跑掉。阿爸晚安，好久不见。愿望的碎片重要的深，新的生命不会消失，拥抱最遥远的光，最初的阳光。我唱错大了吗？把海洋染上一片最光，我的愿望只要实现融化在海中。还好面面没有发现你进进出出，看来设计系很想被发现啊，那我偏不要。我也还没吃晚餐，流星这样会瘦哦。可是如果吃宵夜的话，这样会变胖。面爸上次听到留言有何反应呢？什么哪一次的留言？本来想打算去但桌上没面面，真的吗？谢谢卡车 ，S 桌上看不到我。换我没有放弃，就好像知道我心中有着最真的愿望。绚烂美丽的那海洋，愿望的碎片重要的深，新的生命不会消失，拥抱最耀眼的光，夕阳染红的海洋上，平静的看不到那波浪，世界的眼泪就要沉睡在。哦，面霸的那段录音吗？他很开心啦，大概吧。周三的七夕间父亲节，他应该很开心吧，哈哈。周三没有面面的直播，感觉人生要失去，感觉人生已经失去了。不行啊，这种时候要帮你唱 Sweet You Be 呢。忧郁，我要忘记怎么念了。You Get Z 还是什么？是吗？这首是什么歌？这首是珍珠美人鱼的星罗的 Beautiful Wish。 耀英晚安，下礼拜三没有面面，礼拜六就有咯。柚子啊，是柚饼的柚子。金牙城对珍珠美人鱼的 CYC， 你好棒哦，你留下来了耶，谢谢你。周三有面没有面面的直播，要怎么面对星期四星期五？不会啦，星期三会有很多人跟小六说生日快乐，小六生日快乐。我要现在喊到下个星期三都听得到回音，小六マジですか，生日快乐。不知道星期三会不会听到。周三突然好空吗？周三应该也很多人直播吧，
魔音魔音老娘三日不绝于耳哦。他有跟我说，等一下，查查说了什么？查查说了什么？真的假的？等一下，我只看到查查说真的假的。麻烦麻烦你们，我是不是太晚降低音量了？对啊，你们太晚降低音量了。我现在放珍珠美人鱼一定会被 KO， 对不对？我也觉得。耳机量表示，安娜姐姐，安娜姐姐，生日快乐！突破次元的祝福，对。真的假的 ？Winhans 梁公我没有看呢，怎么办？梁公春日。真的假的？遇到泽公，所以查查的手机就不是面面。不会啊，那哎，那首是什么？好像、好像听过，好像听过。那是什么？我可以稍微听一下吗？啊，对了，后来我想到 Baker Number， 我是 Baker Number 的 Happy Birthday， 我是真的听过。然后我刚刚干嘛？啊，相信自己。我今天跟美玲聊天啊，然后我就问她小时候都看什么长大的，结果她看的全部都是。樱桃小丸子啊，哆啦 A 梦啊，然后之类的。哎，为什么日本的孩子看的卡通感觉不太一样？啊，我打结啦！谢谢一三君，谢谢韩公公。下周三《基隆中原记》游行的样子，哦天哪，那不就是有可能看到我在上面吗？没有哎，他说他连 Pokemon。get 到的也没有也很少看。我上次看到切尔东打那个哦吉桑 get 到的，我笑了很久。Hello， 乔乔晚安。阿爸欢迎回来。怎么办？没有我的就不是星期三的话，那你们就少过一天了。我与我同行，热情的微笑会开启。开玩笑的，我就播来听听而已。在台湾没珍珠美人鱼就不是童年，是不是？是不是？糟糕了，我的童年跟你们一样。小杰，欢迎回来。维持一种心情，像是天生的快乐甜蜜。荞麦面 get 到的子。直播的话就可以去看流行了，我就说我要去突破，我不是突破，我要去突破次元壁了，应该看不到流行。我也会想你啊，我也会想你，不是数码宝贝吗？没问那么清楚，他好像跟我讲的全部都是，反正就是啊，还有 VTQ 啊，公子美少女，好啊，这是唯一一个我这边也有看，三天连假又快要结束了。你说从台风假的店开始吗？公公晚安，可以再点 Baker Number 的 Happy Birthday 吗？好啊好啊，但我不一定会唱，我待会放。面面没直播，我就看鱼鱼直播了。孙七七，你跟我讲的意思是要我跟你说拜拜，还是要跟我说，还是要跟你说，呵呵，你敢去你就死定了。我笑到都没有眼睛了，很开心的吧？没面面，下周三晚上感觉会很抽空虚，没关系，你们自己去卡拉 OK， 就会感受到面面的感觉。对啊，查查，好玩吗？好玩吗？自由行好玩吗？快乐甜蜜，相信我独一无二是唯一。有吗？我是你们的唯一吗？真心，不要忘了自己。伊诺丽不怕不怕。是你自己的主人，爹妈送。说好和梦想一起去旅行，自己决定自己想要的回忆。好了，不闹面面了，哈，你已经挽回不了我了，你要失去我了，你已经失去一个面面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你怎么舍得呢，孙七七？你挽回不了了，我的玻璃心、泡泡心已经啵啵啵的不见了。我
手绢牌前三名。好，你坐在叮当鼠的心里的排名吗？好开心哦。很累啊，昨天还跑去玩 Comité。是那个啊，那个吗？就是像麦麦的那种东西吗？梅核无体倾向稻草。稻草人吗？稻草人的话会遇到霍尔哦，会遇到霍尔跟素菲。礼拜三刚好人休。亚马逊逊看到我们家天使应该很开心，好不好？有没有补充能量的感觉？四驱兄弟吗？四驱车吗？我知道那个头发很特别的那个。日本的同人展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哦哦哦，所以 Comité 是日本的同人展吗？好恐怖哦！光是连台湾人都很恐怖。妹妹今天先这样了，我要带我家的小狗狗去了。小诺家的小狗叫什么名字啊？我怕祸从口出，还是先不要说话好了。三七七，嘴巴闭闭。哎，不行啊！如果你闭闭，会不会睡着啊？太有可能了，到时候突然闭闭，然后就睡着怎么办？谢谢阿妈旭旭的 kiss 猪猪，妈，乐听乐爱你哦，妈。暴走兄弟的小学生就跑得很快，小学生有爆发力很正常。哎，拜托，我小时候都跟男生比短跑，就是我小时候很野蛮。很野蛮，我想知道，谢谢小诺。就是我小时候啊，在那个操场上面，然后不是大家都会，那个时候没有跑八百，然后我们都是在比短跑，然后那个时候，重点是那个时候还很流行一个叫做，好，等我一下，我在找 Happy Birthday， 很流行一种就是轮鞋，你知道吗？就是球鞋里面有轮子的，然后那时候我同学就穿去学校，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帅好羡慕哦，然后看他滑成那样就觉得很厉害，然后后来我长大之后就买了一双，才发现那种超重而且超难滑的，我觉得我随时都会摔倒，所以我买了以后那双鞋子现在就乖乖的待在我的鞋柜里，都没有被我穿到，好浪费的感觉。我好像也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而且我还是从日本的儿童专区带回来的哟，那个时候我已经高中了，开心。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所以有一对面的盛夏，太开心了吧，这简直是天堂啊。哦，不是啊，重点就是我就跟很多男孩子在比短跑，因为我短跑是我的体算是体育里面最强的吧，然后就速度蛮快的，然后小时候就觉得赢了他们很自豪，但现在好像就不是这么回事，现在要我动都要我的命，我不想动，不想动。Hello， 呆呆呆呆呆佬，我也开出了超多面面生血，几率大概十二分之一，十二分之一算多吗？算吗？应该算多吧，是吧？我去本家观念找生血册的时候，莫名其妙发出好几单。哎，对耶，通常本家的店员也会示范吗？啊，我之后也想要去，我之后也想去买本家的生血册。我一直想要去，可是上一次姐姐去日本的时候，我忘记请她代购了，不知道下一次要到什么时候。这个 number， 等一下哦，是这个吗？哎，可是这个是，マジですか？介啊不是，哎对，叫小易介意是 cover 的版本吗？还是你想听原版的？好，放原版好。Hello Alan， 我没睡着，放心，我挂听。真的不可以睡着，生七七，睡着后我要惩罚你哦。糟糕，不行，生七七抖音，他听到惩罚我，应该很开心去睡觉。啊！我妈妈突然在笑，笑什么？啊！笑啥呢？是我可以普。对啊，哦，可是重点是大家店员有收下吗？我一定你不准睡。起床了，可是关键没卖，倒是在剧场对面找到好多主板的生血册。真的吗？哎，可是我如果只是要一般的生血册，关键没有卖。我一直以为有哎，糟糕，生血莫再提，手气很差的意思吗？今天生日的告白叫教徒小易，跟小爱一样，小爱生日当天进来也是说今天生日。
当我跟瑞婷说我看他的时候睡着，他就会骂我了。他养出了一堆抖 M 怎么办？Hello Lee居唱唱吗？森田公子哎，森田公子，森田公子真的很漂亮。真真晚安，真真晚安。我今天有唱了那个，把真真当空气。这部剧蛮好看，真的蛮好。终于了，我之前都是推荐大家去看剧，然后阿纯都会乖乖去看。终于有一天是阿纯推荐我，我要去看。握手券多 key 了一张怎么办？那当然就是来握面面啊！这季不是也有日剧吗？对啊，对啊，对啊。可是这届的我没看，我去洗澡了。如果你没下播的话，啊！可是下个礼拜三看不到我，流星不能晚一点洗澡吗？10点多再去洗吗？好吗，好吗？好不好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给我一张平衡回来就好。那卡丘，卡丘记得输入蔡雅恩哦。结局不太喜欢，悲剧吗？悲剧我就不看，我不想悲剧。人家就想先去洗澡嘛，干嘛这样？亚马逊拜拜。亚马逊逊可以去洗澡啊，流星不行，因为流星一旦洗澡就会潜水。我面面已经登录三张了。OK，OK， 卡丘等你哦。洗澡卡，好过分哦！大家能不能洗澡卡一下？爱死晚安，欢迎你回来。童年啊，其实还有把你阿嬷卖掉的那个，把我阿嬷卖掉哪个？我都带去浴室听耶，浴室应该听那个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嗯嗯，啊，魔法阿嬷，我知道魔法阿嬷，我以前也有看。我要把你阿嬷卖掉，直播到画面到后面大家都在睡觉都在洗澡，是因为直播太频繁吗？不可以这样不珍惜我好吗？我的喉咙都要放掉了。对了，其实我洗澡我也会把手机放在，就是我们浴室有隔一个帘子，我都放在那里放音乐，不知道会不会潮湿。Hello， 只会悟空。Only you。还有，上次那个我讲的《大话西游》的台词，对啦，没错，我就是对你说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不满意。我错了，我错了。又送完尾的，我今天刚工作回来，所以今天是工作造型面。而且我发现有人觉得那个啊，我中秋节的造型，大家觉得我是那个，我是不是中秋节啊？讲错了，那个叫什么？端午节，对吧？我就说我每次都会把中秋跟端午搞错吧。那个什么，我不是在。查查那张，查查那张纸笔上面写说，我总是把中秋节的，然后我总是把端午节当成中秋节，然后我还写那个吃粽子快，哎，不是，我还写什么？粽子吗？哎，不是，哎，啥？我还写了什么？反正我还写了中秋节快乐吧，对，像月饼一样啊！我说我想要像月饼一样，对不对？端午节吃月饼，然后。反正就是那一次的升血啊，其实我还是双马尾哦，只是因为头那个帽子压下来的关系，所以我就变成黑长直了耶！ Yeah， 谢谢追追，黑长直，我那天的造型就是这样，就是压下来就变直发，因为我们拍升血的话都是要用公式造型啦。看不出来耶耶，有没有？今天的广播是我们吗？对啊，是我们呢，但是没有我而已，是我们哟。有因此想要认识我们吗？你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哦天哪，
原来有人在认真听广播，好开心哦！你好，你好，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二单第二张单曲 TTB Festival。你好，对了，我今天是公司面，在小易生日的这天是公司面。Hello， 太后驾到，皇上娘娘，小的给您请安，见过太后。你声音太好记了，不是我，不是我。今天 Mina 有去直播，今天 Mina 有去广播吗？有吗？如果有的话就是 Mina，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知道是谁了耶。有，那就是 Mina。 大家好，我是 Mina， 耳朵会痛。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 Mina 潘子怡耶。大家好。你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蔡雅恩。对，对不起，我不是同一个人，可是我的声音刚刚有一点点像。好记，可是记错了。让我继续播音乐，继续播音乐。呼啊呼啊，好了，我喜欢呼啊呼啊。噔，我是这个人，我是这个人。欢迎你可以去看一下我长什么样子，我长得跟直播的时候长得不太一样。啊，今天有哦，新的 K 跟 Aki， 有我们的团员显离奇跟刘杰明跟潘之怡，可是我没有来，我没有去。我是 AKB48 Team TV 的蔡雅恩，亚洲的雅，感恩的恩，昵称是荞麦面，就是很好吃的那个荞麦面的荞麦面，可以叫我面面雅恩雅，什么都可以啦。对，面面比较多人叫，也可以叫我 Soba， Soba 的话就是日文的荞麦面。初次见面你好，未来请多多指教。虽然我的声音跟之怡有一点点像，可是，你是第一个先见到我们哦，就不是你是我是你第一个见到的我们的团员，我是你第一个见到 AKB48 Team TV 的团员，对吧？现场，因为你没有看到 Mina 本人，ごめん、めっちゃ晚安、久しぶりです。さくらさんありがとう。你怎么知道他第一个见到你？因为他今天是听广播啊，他没有见到阿 Key、小迪跟 Mina 吧？为什么一直结巴？因为这是我不熟悉的语法。谢谢 Matthew， 谢谢飞机。Hello， 头文字晚安 ，Yuri， 啊，你也是 Yuri 的吗？小曲常常来我这里，谢谢铮铮，铮铮铮铮，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吸两下铮铮，哈，好香哦，谢谢玉峰，谢谢玉峰，感谢玉峰，要如何看本人呐、啊？耶、yeah. ，我要如何看本人、啊？好，我要介绍，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这时候就是意会着我要，哎，等我一下哦。这就是意会着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握手会啊！大家不要嫌弃我太公事嘛，没办法，现在是冲刺期，这是一定要的。噔噔噔噔嘛！好，我要放 Love 修行，这是我最后的倔强。安利时间，我最后的倔强，生小孩被面霸所中了吗？大家不要只在乎这个嘛，序号做起来。哦，我已经换完了，他已经换完了。哎，换完的话可以给你们看序号吗？可以吧？哟呵，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V。那刚刚有人说要怎么见到我们本人呢？其实不只是演唱会或者是其他小型活动，我们还会举办很近距离接触的握手会哦。握手会顾名思义就是 KOT 握手会，所以现场会有面霸吗？我才不会告诉你们最后到底是面霸去呢，哈哈，说不定是面妈。还有什么？面妹、老大、阿弟，好了，阿弟，说不定阿弟会出现哦。序号用过就没关系。好，那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哦。
每一张单曲背后都会有一张握手券，那握手券呢就只要这样子打开拔出来，然后把银漆刮刮刮刮刮刮刮掉之后呢，就可以去只要直接查 TTP Festival 握手会，就会找到可以兑换的网站咯。走到网站之后输入这个十位数的序号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握谁咯。很棒吗？很棒吗？对，兔圆的网站，对不起，原谅我刚突然忘记了大名字。兔圆啦，兔圆，对不起，兔圆啦。握手会能握多久呢？没有意外的话会，哎，等一下，我发现我要介绍的那个人他现在才进来，不可以握脚，只能握手手。欢迎 TI 来找我了吗？ Hello， 那个等一下，那个老爷爷，哦，机上老爷爷图示，老爷爷图示，等一下了，我的官方全部都是为了你，没完了，你不要不玩吗？你听一下嘛，你的个签要没完了。来来来，听，你还在吗？可以听我讲一下吗？听我安利一下可以吗？不好意思，我现在做直销，可以被摸头吗？哟哟，一个一个，他不见了，我没有办法做直销了，做直销失败。总之握手券长这样，欢迎来握我。在吗？你在吗？那你有听到吗？我刚刚很努力的去听每个人的声音啊。那你知道我是谁了吗？快点快点说我是谁。好，那我要跟你介绍了，我们的每一张单曲呢背后都会有一张握手券，然后会有银漆的部分，银漆的部分刮掉的话就会有十位数的序号，十位数的序号呢只要上网查 TTP Festival 握手会， TTP Festival 握手会就会看到拓元的网站，就可以看到十位数，可以登录一下这个十位的序号，就可以选择你要握谁了。拓元的网页，一个一个。好啦好啦，你会回来，那就去洗澡吧，流星。那么单曲要去哪里买呢？全台各大唱片行皆有放售，佳佳、武大、光南全部都可以买得到哦，欢迎指名 AKB48 Team TP。 很多张要一次握，还是全部一次握完呢？其实这是看大家的喜好问题啦。大家喜欢牛郎跟织女一下子见面一下子见面一下子见面的感觉，还是这一刻你就只属于我的，就是这种感觉咯。晚安晚安，宇智波紫薇。杰星不在，杰星应该不在。烟花是什么形状？长这样的形状。就算等受尽委屈，看着我逐渐沦陷，交错幸福在。那我买很多张就可以握很多人吗？啊，对你买的喽。你要握谁都可以哦，你只要有31张，这次是几个人？30几个，这次31、32、30几个人，反正你只要35张，你就有办法握完全部的人。31，那你买31张就可以每个人握一次，太好了，我的印象没有错。小迪是面妈要握吧，我就说吊他们胃口啊，不告诉他们是面爸要去握还是面妈，说不定还有阿弟或老大。阿弟或老大一人一张，小迪是面妈的，哈哈哈，傻眼，居然有人帮你讲话，太过分了吧！啊，跟你介绍一下，那个耳机上，我要叫你什么啊？卡木伊晚安，不玩了吗？你好，不玩了，就是。我刚刚放的是我们这一张单曲里有收录的 Love 修行，因为不是主打歌的关系，在网络上可能找不到，但是因为 Love 修行呢是有非选拔们录，就是录音的歌曲哦，所以希望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特别买这张单曲听一下，不然在 KKBOX 上也可以听到。还有这个城市叫什么，这个城市叫
对不起，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城市叫什么，会不会太对不起他了？啊，Spotify 吗 ？Spotify 是吗？杨子女，对啊，我在等你们呢。对对对对对，对不起，我是不是念错了？我不知道发音是什么。晴天晚安，今天算晴天哦，好开心哦，应该是有你的关系吗？所以今天是大晴天。Spotify， 好了，不要逼我了，我就喜欢叫他，我都念 Spotify， 我都念 Spotify， 你们都念什么呢 ？Spotify， 我拼错了 ，Spotify。我还在等浪不休闲，没事浪不休闲应该不会拍 MV 哦。你都念 Costco 还是 Costco 还是 IKEA？ 够了，够了，我都念 IKEA， 那你念 IKEA 还是 IKEA 还是 IKEA？ 哎，为什么是 IKEA 啊？好了好了，停了停了，我都念 KKBOX， 太过分了吧，直接给人家改名。哎，不是 IKEA 吗？为什么是 IKEA？ 哎 ，IKEA， 对不起，我累了。那你把握手券给面霸握小弟可以吗？妈妈会把我掐死。我妈妈应该会先把我碎尸万段哦，她怎么可能让她的小弟落入面霸的手中？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真的，他应该会先找我下手。小声一点，对不起，是叫我小声一点吗？想跟面霸交流交流哦，交流交流吗？哎呦哎呦，面霸躲了，有人要跟你交流交流哦，你要不要跟他？我知道这个梗，但我觉得这个梗很糖，我不能讲。哎，为什么有玫瑰少年跟我要找我要找我要找那个歌啊？要学会了飞，浮在云朵间，跳破了面面面门，卡卡进鬼，可爱可爱，什么梗吗？不太好的梗。我引体碎尸万段科学面的感觉吗？好像蛮好吃的耶。妈，那你我刚脑袋闪过什么很母汤的想法？昨天终于收到订的两张二单，结果第一单就开掉教主，好厉害哦！果然寿星有欧气，不要再交流交流了。你为什么要懂这种歌？哎，开机可以，不是你们教我的吗？Hello， 甜甜 boy， 甜甜豆腐，现在是雅思吗？哎，读级。为什么要叫我？怎么了吗？益生菌，益生菌，好久不见，班雅思。我对英语就是卡吉可以吗？不太好。Really？在呼唤雅思，为什么要一直叫我？谢谢 MK 的星之冠。面面最近刻了什么？刻了面食，很多很多的面食。谢谢凯撒，谢谢一三俊的 kiss 啾啾。嗯，哇，文娃娃欢迎回来。
结果我都看到很母汤。现在一三级的告白气球，对啊，面食啊，面的食物不是吗？而且我发现我每次直播当天基本上都是吃面的，晚餐都是吃面。夏夏玉成，夏夏玉成的 I love you， 爱してる，大好きです，私も。面面知道无糖滤镜，あげる。我想雅思跟我说生日快乐。小易，小易，小易，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小易本人，可是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小易，小易，生日快乐。小易什么时候才来见我啊？哈喽陈家药房，宋叶晚安，小易生日快乐，谢谢小松，谢谢珍珍，谢谢一三君，欢迎帮我玩回来，帮我玩，帮我玩。刚刚一直有人说啊，他的生血手气很好，抽到了很多很多的面面哦，还不快去找他，快去握个手交流交流，帮我玩。吃胖点好啊，就会被吃掉了。谢谢玉安，一个，ありがとう。最快明年四月吗？好吧，算半年多左右。谁啊？叮当鼠，你说谁抽到我很多吗？刚刚有好几个都说抽到我很多，他十二分之一的几率到底算多还是不？叮当鼠说四分之一嘛，可是不知道叮当鼠买多少。嘿，哈喽，再次拜个晚年晚安。五十分有五张吗？愛してる，愛してる，大好きだよ。七其实也算好了吧，我记得国术就没有抽到我，对不对？国术好像还买很多，嗯，国术应该不在。谢谢轩轩的枫叶，谢谢。说哎，那这样卡丘算很多哎，五十张中五的话，这样算起来很多 ，very 多啊。对，可是我不知道叮当鼠买多少啊，20张四分之一。那也五张，太恐怖了吧，叮当鼠！叮当鼠，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等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我会知道你爱我。会不会太过分？这样可以吗？这样子的版本，叮当鼠喜欢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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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所以下个礼拜上不要等我哦。对，这首是小小恋歌 ，CYC 好棒哦 ，CYC 知道哎。对，我要去异世界，异世界回来这么快哦。我是帅气的飞翔于异世界跟现实世界中的，那叫什么啊？我有这个超能力，谁要等你哼？上上期间我才不会说我想要你等我呢。谢谢切尔东，谢谢小松，下礼拜六。
有放假可以跟到结束，好期待！嗨，看到西米的，谢谢凯撒的我，你要不要多拍一点照片拯救我来？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谢谢阿豪给的 Q， 开买异世界的伴手礼回来吗？异世界的伴手礼，我可以带一些会动的史莱姆之类的。就是史莱姆会动，然后会跟你讲，哦，是的咪哟，哦，是的咪哟，可爱呀！推我吧，偷偷看我吧，哦，是的咪哟 ，Lingo start。去异世界需要准备什么吗？需要准备一个很大很大的袋子，然后把异世界的空气带回来给大家。抱きしめる。Hola， 经常去意大利，我也想去意大利。异世界的史莱姆不要乱打，会是转身转身转。哎，这好熟悉哦，是不是某个动画的狗？记得是好标记才能传送回来。嗨，我会的。啊？什么？我妈妈笑得很开心耶。意大世界哦，ごめん。叔叔，我应该叫你露露还是叔叔？露露，露露是不是没有抽到我的神血？虽然说露露也不想要我的神血，可是，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等风吹过这一片荞麦屋，我会知道。你爱我有吗？有吗？没有吧？我记得露露没有抽到我的圣血，不是吗？没开到的是，哎，所以露露又加开了吗？哎，为什么开到了？我那个时候以为没有，后续有开到吗？对不起，露露，占掉了瑞婷跟熊妹的扣打。有大量二单面面生血怎么办？摆成祭坛，贴心又低调的耳机酱，耳机酱啊，欧咖喱，哦，不是欧咖喱啦，是。哦，对啊，是欧咖喱啊，我给你的水。骷髅也很厉害，我有抽到神推，呵呵。運だ、響け恋の歌。ほら、あなたの声に。大家有特别想听我播什么吗？因为啊，我水喝太多了。叮，没有太多重复的都很开心啊，除非神推想要越多越好。没关系，面面抽到太多的时候也可以摆成祭坛哦。摆成祭坛的话，应该可以驱邪啦。叮当属性中的神推是谁啊？哦，对啊，我可以放蓝不修行啊，我都忘记了。蓝不修行啊，我听到了啦，你很大声啊，妈咪。拜拜。啊，你有包括你吗？好好的。
お願いします。谢谢麦柱，谢谢小鸡酱，晚安。谢谢本网文，本网文，本网文。大家出得大姨妈，嗨，得大姨妈。よろしくね。哟，为什么这广告特别长啊？机长把最后的浪花都给我了，爱你。等什么？这一切交给我准没错。感觉我只有小礼物，不会，我也超喜欢小礼物的，谢谢你。礼物小小的很好，很好收纳，而且又满满心意的，对不对？果然是因为脑袋有问题。浪漫波绽放笑容，晚安了，机长。来一场 TTT Festival， 汹涌我们声嘶力竭，不疯不休，随旋律摇摆放松，越跳越畅快失控。是 AKB48 Team TP 的太阳翁，嗨，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然后昵称是荞麦面，所以可以直接叫我面面就好喽。这边是我的 IG， 如果有一点点对 AKB48 开始感兴趣的话，请务必追踪哦。来一场 TTP Festival， 收尾，卡古雅，晚安晚安。对，对不起，我看到神威就想念卡古拉。
松绑，脑袋还不上用场，要迈向倔强，完全释放。来一场 TTT Festival， 掀起狂欢的。有听过这首歌吗？大家一定没有，对不对？杀死力竭，不疯不休，随旋律摇摆放松，越跳越畅快失控，让汗水淋漓，每个范围都是痛。该怎么寻找活着的线索？就这样让身体好好感受。我们 AKB48 Team TP 的第二张单曲主打歌 TTP Festival， 谢谢大家，辛苦了。不知不觉已经十点了，谢谢你们把我送上那个小时榜。哦，然后也欢迎各位初次见面的朋友，你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谢谢宝娃娃，谢谢马吉德斯卡，谢谢亚马路布，谢谢马吉德斯卡哟，这个很适合一个对朋友的。然后谢谢宝娃娃，谢谢马吉德斯卡，谢谢切尔东哟，今天的节奏感不是很好哟。谢谢小说，谢谢切尔东耶，谢谢宝娃娃，谢谢切尔东，谢谢哦，单身汉哎，好久不见，谢谢你，谢谢阿森，谢谢千面面，千面面的虾味鲜听起来很好吃，谢谢宝娃娃，感觉我只有小礼物，我一。点都不介意是大的还是小的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切尔东，强森欢迎玩，欢迎光临，谢谢小礼物，就叫你小礼物好了。プレゼント，谢谢小礼物，谢谢 US， 谢谢宝宝娃，谢谢叮当鼠，谢谢切尔东，谢谢 DJ， 谢谢 Kira， 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 Tom， 又讲好久，又讲是。进进出出吗？花疯了，我一直都是这样花疯的哦。今天雅思的师傅是如你所见哦。Hello， 燕婷要见面啊！第二次对吗？我就想说怎么进进出出的，吓我一跳。等等，快去吃晚餐。对哦，我还没有吃晚餐哈，差点忘了。大家晚安。我就放着而已，我没有唱哦。Hello， 七里七里晚安。对啊，其实刚念饱。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为什么不给我连续丢？我吧，我没有阻止你啦。Hello， 嘉文晚安。对啊，猫叫，因为之前前面有人点。Hello， 小欧。好紧张，可恶，我没抢到。谢谢宝宝王的四叶草。我想你比我还知道。赶快吃，不能饿肚子，饿肚子会被扫。小龙晚安。真心不适合你唱，终于有人心疼我唱台语歌了，怎么办？我好感动哦。第一次有人这样对待我。谢谢叮当鼠。Hello， 自强晚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说了不可以睡着，对，我是
来不及吃，我是忘记我没吃啊，可是我是来不及吃。脾气不好是要装哑无招，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做你的小猫猫。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 喵, 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学猫叫，真学猫，喵喵喵，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轮着我的心在跳。对不起，再讲燕婷，燕婷你太久没有来见我了，不可爱哦，我会变成张牙舞爪母老虎哦，会生气哦。谢谢大家，谢谢涛哥，谢谢本娃娃，谢谢张海喵喵 ，Hello 帅二哥，欢迎光临，谢谢小益生菌的 kiss 啾啾。谢谢小礼物，谢谢谢谢桃花哥，谢谢中华喵喵 ，Hello， 欢迎光临可爱大可，大可被我念起来好像的可，怎么办？巴厘岛，我去巴厘岛什么东西？刚不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哦，没有跳特效，谢谢跳东，谢谢跳东。对啊，不可以听喵喵喵就打瞌睡好不好？我只是因为刚刚有个孩子一直喵喵喵，我知道就成全他了。谢谢真真的四叶草 ，Hello 打杂小弟真奶，哎，今天已经有两个人叫真奶了，好好好吃的感觉，怎么办？虽然说最近是日本潮，日本珍珠潮，珍珠奶茶潮，又讲谢谢又讲谢谢宇宙，谢谢小礼物，谢谢小耳东，谢谢小杰。我看到珍珠奶茶就对了，有点饿。好的。会吵的孩子有猫听，不会，我才不会纵容他嘞，没有下策啦。谢谢益生菌，好阿哥金吉嘞，子聪晚安，晚安晚安，面面的项链好可爱，面妈要治好了，面妈挑的，搞得我像妈宝一样，怎么办呢？我妈妈这么爱我，我该怎么办的好呢？好啊，给你亲。哎，你那是什么意思？你那是什么嫌弃的意思？我觉得不行。谢谢一超的 love you， 喵喵可以来个长时间演的 wink 吗？不行，我如果长时间的 wink 会像颜面神经失调、哦，我只能这样子一下子，然后最好是动态的，因为如果截图的话很恐怖哦。谢谢你。我还有什么可以播？我要唱榜了。我要唱榜了，双眼 wink， 谢谢益生菌的 love you，I love you，I love you，I love you， 嘣 ，I love you 可以唱什么？无聊的人生我死也不要，当然喽，当然过有趣一点，像我，太有趣了，我的人生就是一个笑话，对不起，这样好像很难过。好，我该播什么？好问题吧，可以播什么呢？修女也疯狂了，真的假的？太奇怪了吧，修女也疯狂，真的，大家都修女也疯狂了，太奇怪了，为什么？大家是怎样？为什么？为什么大家今天这么？好了，那我要开始咯。啊，远距离 poster。
我应该唱一之一，对不对？对。I will follow you。 那我今天因为时隔一个礼拜，我下个礼拜三不会直播，那么我今天从十五名开始吧。今天的第十五名是疯掉，会有一种被我超度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乱唱好。那也是我承载我国小的回忆耶，太过分了。也谢谢48名的杰星跟81名的瑞婷，杰星真的很不得了吧，他才氪金吧。今天的第7名是我们的他。M 大你好，抖 M M 大，Hello M 大 M 大就是你了，不要怀疑哦。It's you。今天哇，这怎么？今天的第6名，今天的第6名是一三追。我下播之后要去喝养乐多了，听说里面有益生菌。今天的第五名，是我们的，不想说话，谢谢你。那我也不说话了。挑战一个小时安静直播，会不会就不是就都不讲话的直播？你们会不会非常就是赞誉有加，然后发现一个新世界，然后特别感动，然后决定加推啊？
邻居抗议了，才不会呢，我们家邻居是非常厉害，训练有素哦。有人说期待，不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不是雅思模式，是不讲话。我可以一个小时都不讲话，我会认为我走错台，笑死。今天的第四名是我们的去了，这样会暴露我的年龄。我们已经10:22了，前三名还没有公布，真的是很刺激。没有水了，你要金马奖？你说要金马奖，我就会给你金马奖吗？接下来邀请我们的颁奖人以及入围的嘉宾有 M 欢迎回来，现在是前三名的宝座咯，现在前三名宝座的时刻。好，升一下麦克风。我要升一下麦克风，等一下。不够高，不够高。麦克风很那个，不行，那有牌子。我的大麦克风呢？金马奖都是用这种的。谢谢大家。其实从以前我都是上台领奖的那个，但是我跟你们说，其实上台领奖就只是我梦中梦寐以求的事情。我永远都是坐在台下第一排的那个，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朋友总是很优秀，他总是可以上台领到诸多的奖状，而我就只能在台下为他挥洒眼泪，挥洒汗水，感动不已，真的不能自已，很努力很努力帮他拍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今天有幸可以站在这台上，我知道可能这奖品的殊荣不是我，但是没有关系，我能够成为这个颁奖的。对不起，这首歌快没有了，可是这首歌快没有了，我的感言还没有讲完，你知道，就很久很久没有上来这里了，你知道吗？对，就他没了，他没了。耶、yeah! 恭喜得奖人，也谢谢得奖者。好开心啊。哎，谢谢今天前三名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就首先，今天要颁发的是第三名。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公布第三名。今天的第三名，得奖的是卓卓！恭喜得奖者！快感言感言，得奖者！等一下，你不讲感言没有关系，我帮你讲哦。我跟你讲，今天真的是来到面面这个台哦。我从来没有想
花丢这么值得，你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这么隆重的舞台，然后重点是我还一句话都不能讲，就他自己在讲，但我还是很开心。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偶包哎，谢谢竹子。吸管哦，不好意思，它是麦克风哦，我还有调高。你是不是很想成为瑞婷婷的吸管？然后昨天瑞婷那台大家都在抢当她的吸管。今天的第二名，接下来公布的是第二名的得奖者，那我们就开始了。不愧是从一而终，一直带着叠字字的孩子，果然是，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孩子。恭喜我们的第二名得奖者方婉婉！哎，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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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感言吗？讲感言啊、哦，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这种时候这种事情就交给我。我跟你讲，我很会，就是从以前就看面面到大，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无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我有一种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现在终于啼笑了，我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他一同站在这个舞台上，也觉得，恭喜方文，好了，对不起。这也太史诗级巨作的感觉了吧！Top Gun 怎么拼啊？哎呦喂，为什么 Top Gun 是什么？哦，捍卫战士，这讲中文嘛，真是的，什么 international 啊？枪吗？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一名得奖者，他将获得本台最佳殊荣，好大的一把枪！今天的第一名，有请我们的得奖者小雨。小雨，我跟你说。小雨，我跟你说，我再讲下去，我们就10:30。那你觉得我要替你发表感言吗？好，没问题。我跟你说，真的很开心，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一台，我这次得到第一名的殊荣，我还真的得到第一名，真的很开心。恭喜，好大一把枪，小雨。小雨被养坏了怎么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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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导播花圈圈了，已经10:30、10:20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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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行动表示捡到枪哎，好哦！他是不小心捡到派吧，而且还是完整的一个派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六见喽，真的是下个礼拜六，礼拜三会见不到我。大家记得笑死，为什么第一名要砸盘子？本台的习俗吧。谢谢，谢谢大家。我觉得身为一个主播，那个谢谢你的三角旗哦，没开字。好，大家辛苦了，晚安。哎，下周三没有播吗？谢谢林杰星，谢谢林杰星。对啊，下周三没有播，我要去异世界了，所以没有办法。晚安，晚安。吃饭了，我还没有吃饭呢，拜拜。喜欢你。